你看，好奇怪，都无法接通。怎么了，金淼？走吧，颁奖典礼马上开始了。帮我订张机票，我现在要回去。什么？今晚可是颁奖典礼，这么多组合，只有你一个人获得了特别奖，这样的机会不可以错过呀！我有更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必须走。哎，辛巴，喂，辛巴。喂，是呀，是诗雅吗？不是你打给我的电话吗？怎么还问是不是我？你就不能盼我点好是不是？黄色戒严令不是开玩笑，最近很多吸血鬼都失踪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今天只是去一个公司没有信号，你好好巡演，那我挂了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辛巴的喜爱，他对这个奖项真的是特别重视的，不过真的是因为一些突发的原因他不能来到现场，真的是很抱歉。辛巴怎么自己不去领奖？我一定会如实转达的。又欺负使唤。谢谢。你平安就好。为了防止之前的悲剧再次发生，我决定在你吃之前先把你捞出来。你说说你，吃完拉，拉完了吃，吃完了再吐，你怎么这么爱吃自己的排泄物呢？这个水箱本来想着放些水可以调节一下屋里的空气湿度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在这儿派上用场了。就算送礼物，也得送别人喜欢的呀。今天还得想办法给他送回去。今天有拍摄，会很忙，小金鱼就拜托了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动来动去呢？你就不能老实点吗？还说什么给我调节心情，明明就是给我增加负担。难道是饿了？其实呢，我也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我这个人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情。哎，你不能吃自己拉的东西啊！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哎呀，吐出来！您好，78元，谢谢。有时会将自己的排泄物当鱼食吃掉，也属于正常。哦，请注意，如果喂食过多会导致腹胀，严重的还有可能致死。